这台要价将近400万的玛莎拉蒂，想成为车主，只需要一个福袋，人人都有机会。超商福袋元旦开卖，奖项一个比一个吸睛，还有86万的铂金包可以抽，让不少民众都想试试手气。玛莎拉蒂很少人能获得，对啊，那种奖品比较高，试手气嘛，反正才200块而已。多达30款的新春福袋和迪士尼、皮克斯等可爱卡通联名福袋，不只有饼干、糖果、饮料，还有气炸锅、行李箱等生活用品，超实用也很抢手。元旦开卖的还有这家，一早就有民众来买，店里原本补满满的福袋已经少了好几个，大家就是为了这里头的抽奖券，希望无穷。全家超商200元的福袋有机会中头奖现金300万，还有价值150万的宾士车。 Seven 299的福袋也可以抽玛莎拉蒂跑旅和铂金包，也很诱人。两家都是元旦当天开卖。 Life 除了可以抽汽车，还有 iPhone 14 100台。 OK 超商最便宜100元福袋，而且每张抽奖券都保证中奖，最小有折价券5元，最多有1克拉的钻石项链。超人气的皇阿玛也是福袋联名之一，各家超商比可爱比大奖，在新的一年吸买气也比谁好运。三立新闻李文光、孙宇台报道。